朋友们好，看咱这辣椒做得好吗？一串一串的，做得好了就得摘了，要不就扎锤了。今天咱提的啥菜呀？没有抓过，就这辣椒做的啊挺好。再摘点荤的配块丝。这种拖辣椒不辣。今天咱整一次香辣千层饼，老妈提前发好的面，揉面排齐，面揉好压扁，接着擀成薄饼，不用太薄，一厘米厚就行。撒一层盐，前两天撒好辣椒油，来一层，真着这出来馍没有菜都能吃好几大块。再撒一层擀面粉，这层擀面粉就代替油酥了，这还不粘。中间不要切断，最后这块留大一点，像叠被子一样叠起来。最后用大面片包起来，然后再擀成饼，上锅蒸，上气后蒸35分钟。昨天有好几位朋友问，你家蜂蜜是真的吗？我知道大家都怕买到假蜂蜜，咱家没有任何套路，在咱家朋友们完全放心，我展示的是啥，朋友们收到手里就是啥。咱家蜂蜜每一滴都是完全封盖成熟蜜，蜂蜜度在43以上，并且去年获得了全国比赛的特等奖。咱中秋活动还在继续，18发3斤，枣花蜜和洋槐蜜能混搭，喜欢吃蜂蜜的朋友放心大胆去尝试。如果买回去跟我宣传的不一样，有假，或者是没有你在其他地方买的好，那就退回来，运费我俩承担。有朋友不知道咱蜂蜜咋拍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搜索农家的小勇，认准店铺名农家的小勇，点进去，这能选择。中秋活动18发3。先炒五花肉，葱儿姜，盐13香，生抽、老抽、蚝油，辣椒倒热。层非常多，像不像番薯叶？这么看着真哈，都不忍心吃，还是吃吧，越看越馋。这么就是不吃菜都能受伤。肉片辣椒点儿吃。水饺菜配千层饼绝了。还是肉多了啥？咱这种千层饼算是万能的，能做麻酱味的、麻辣味的、五香味的、烧烤味的，喜欢吃啥都能做。今晚视频就到这儿，咱们下个视频见。